演员张翰的一位粉丝近日被确诊为败血症，病情危重，正在接受紧急抢救。张翰工作室在确认消息属实后表示，张翰本人将会承担这次急救的所有费用，帮助其共度难关。就是善良，我爸妈都是一个就是很善良的人，就很好做人。